名家书宝，名家指路，榜上有你，寻找最具眼光的收藏者。本栏目由名家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。曾汉光，名家传媒首席鉴定师，国家级艺术品高级经纪人，高级评估鉴定师三级，名家传媒名家书宝栏目首席专家。各位藏友大家好，名家书宝今天跟大家说一下袁大头。这袁大头呢，他是这一枚是中华民国十连钞的袁世凯大头像。这十连钞呢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是公元1921年发行的，它的主要材质是白银的，它的白银它能够达到90%多，92%左右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九。当然现在提纯白银提纯可以提到4个9，当时的工艺条件和技术条件是达不到的。然后它的重量，当时的法定重量早期的它是 26.6 左右，到了后面又重新再加板的时候，它就重量偏重一点，所以这是鉴别早期和后面加注的，它是有区别的。后面加注的都是在27，每一个在27克左右，然后呢，背面它中间是一元两个字，然后就是两株稻穗组成，钱的中央的一元两个字，它是这样。另外呢，这个东西呢，它这还有一个比较细部的，比如说这个编尺，它是也有讲究，它有的不同，它有的是要如果上起来，它这编尺它也有一个标准，所以这个是在当时，为了当时袁世凯为了就任大总统，巩固这个政局，发展国家经济，在全国发行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货币，当时是在天津兆备总厂和武昌，就是湖北的武昌，在这广东的广州，再就是现在的南京，这几个分厂同时开出，所以我们俗称它叫袁大头，这种在当时这种钱币在抗日战争之前流通是比较广泛的，这是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制币这个改革当中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，所以这个呢，从它的细微的这些版本里面，它比如说十连版的当中，它有普通版，其图案和文字与一般的袁大头差别不大，所以一般的呢它铸造量大。这枚民国十年袁大头错版币是在1921年发行的，它的主要材质是银制的，正面图案是袁世凯身穿军装左侧的面像，背面主要图案是由两株稻穗组成，
钱币的中央委一元，制作精良，品相完好，值得收藏。另外还有一个，它就是中华民国啊十年账，这个年字它是有点区别，是吧？年字它这个十年的它是写的一个像一二三四五六七那种字形，是吧？它一般分别在当时铸造的时候它是标准的，应该还有那个含银和重量，是吧？它重量应该达到 26.6 早期的就是21年的吧，所以它这个就是有七字形的那种年是比较少。还有 T 字 T 字年的那个吧，还有缺口缺口罩的那个版，就是十年罩这个罩字，它有缺口，还有连口的。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这钱币收藏当中是吧比较专业的，如何去鉴别它是吧，就可以一查资料是吧。你比如说它为什么十年罩的早期版是吧，它数量少，它就是当时财政部下的计划是10万，那10万人，你在后面照的，它也是写的十年款，在中华民国十年照，它也是十年照，哎，就区别十年照里面的版型，就关键是一个就是照字，是吧？再就是后面的。造字前面一个年字，就从这个里面来区别，啊，还有双缺口板造的，还有连口板造的，等等，是吧？它有十年版的、八年版的，是吧？九年版的、开渠滑板、正新版、偏新版，是吧？右缺口中口中口那个口中偏一点的那板，下缺口那个罩的那个板，就是那个十年罩的那个罩子，它要细分仔细观察都能看出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正面是吧和这个反面，它还有一些规矩。要细看哦，是吧？有的还有那个什么六星，还有五星，是吧？它还有连口罩无星，是吧？无珠，就是那个，它有打的一个那个点点无珠的，它等等，是吧？所以这一个，在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个。它就是早期的，是吧？21年的，而且这个版呢，它是比较稀缺，为什么呢？像这种袁大头早期做的，是吧？真币错版的是极少，极稀少。它为什么呢？你看啊，我们标准的是吧？中华民国十年账，袁大头，他的头的中央，是吧？他一定是对着背面的一元的一字，就是我们说的真币真版。这一枚，是吧？那袁大头的头在上面，然后你看我的没动。翻过来，是吧？它的那个一元的元是在哪？在这，是吧？它差不多正好偏移了45度，
那他的头呢？他的头在这，他的一元的一是在这，那他就正好是偏了45度。所以这个东西从他的为什么他是真币错版呢？那从他的重量，从他是早期公元1921年，在民国10年，就是2021年的这种早期版，是吧？所以像这样的，它从它的含银量、自然的包浆，是吧？机铸工艺，是吧？那4个特征，它都具备，同时就错版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比较珍贵，所以值得让大家收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身这个东西是比较稀缺，流传到将近100来年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它的各种版型的你要仔细的去研究，当然你不完全币不研究全币，这个我刚才介绍的是吧，这种细微的是吧，一个连字一个造字里面它这还分好多种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吧，名家说宝，说宝就要把这个每一个宝物都要跟大家介绍清楚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，是吧？就把这些专业知识跟大家是吧介绍一下，是吧？共享，是吧？如果有是吧，大家在收藏方面是吧，如果还需要研究，是吧？到时候直接看的是吧？我们这些视频资料以后，广播电视台视频资料以后，是吧？希望大家是吧多关注这个栏目，谢谢大家。本栏目由名家传媒荣誉出品，财富热线400-101-4797。